基星性动女孩，我是这一个新的系列的主持人阿敢，我好期待，因为我身边已经有八个漂亮的女生今天都在现场啦，给一个掌声。好，除了我新的主持阿敢以外呢，其实我们这一次呢有六个比赛的美女，他们现在相信心情很紧张，所以我们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多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的毛毛，已经不是旧的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让你念念不忘的念念。Hi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加入的佳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又可爱又漂亮又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是魏轩，耶，看谁耶？ Yeah。大家好，我是越来越好玩的时候有来踢馆过的若曦。Hello， 那个漂亮的女生啊，其实我一开始刚刚有说八个漂亮的女生是没有说错的，我们右手边有六个，左手边也有两个，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耶，嗨，我刚刚有算一下， hey。 对，有把我们加进去，有谢谢。那我要说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又可爱，唱歌又好听，然后的文芳。你撑很久嘞，你继续说，又可爱又。我想不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婷雅雅。好，欢迎两位。这两个呢就不是比赛了，他们今天的重要任务除了演出以外，待会就要当评审。当然大家知道他们的唱歌啊跳舞都很厉害，所以待会都辛苦两位了。一开始大家其实蛮安静的，因为我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，惨了，这首歌这么好听，如果我这么大声的话怎么办呢？但是我现在要把自己的声音调小一点。好，没有问题。要问我身边的我的 bass 要跟你这么重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很想刚刚听你的歌的时候呢，是你可以讲一下为什么有这么好听的声音跟这首歌的歌词内容吗？嗯，这首歌我在创作的时候是好了，不要这样子。好像什么？这首歌我在创作的时候，其实我是突然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很骄，就觉得自己从高雄，然后你在笑什么啦？对呀，人家讲的整的这么认真的，咔咔咔咔咔。哎，我认真哎。就是好哦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想家，然后因为我就是从高雄然后上来台北工作嘛，就是漂北漂来台北，然后平常就在家里就吃阿嬷煮的饭啊，然后上台北之后就好像最多吃的东西就是泡面哦，对，所以有想家的味道，对，想家家乡菜。为什么他中文好像比我还更好的感觉？但是你的歌其实，如果大家有去网络看你的 MV， 最后有一段是
真的是有一个特别的录音，对不对？对，是阿嬷就是平常跟我讲电话，因为我们常常会视讯聊天，但是那一段是阿嬷平常跟我讲的话。对对，就觉得那但是你有跟他说我会录，还是你真的跟他通电话的时候就是偷偷录下来的？因为原本我是想说就是要来什么了？他的笑点是什么？太诚实吗？还以为要哭了。这事情是这样子，就是原本我想说要真实一点，就我每天跟我阿妈讲电话，就挑一天把它录下来这样。结果我发现好像阿妈有时候讲一半，有时候又讲的没有很好，然后我就跟阿妈说：“好，那阿妈就是因为我需要，因为我要写一首歌给你，然后我想要放一段你的话在我的歌里面这样。”然后他就录，第一次录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阿妈讲的太没有感情了。哇，你觉得好严格？这个节目的意思，既然这样子批评阿妈，阿妈紧张，他前面讲到这么温情，结果就是阿妈好像没有什么感觉。对，然后我就跟阿妈说，就是要放多一点感情。哦，对，然后最后再收到这么有感情感觉的录音档。谢谢阿嬷。OK， 好，其实真的我觉得每一个都有一些这个感觉，因为出来工作之后可能真的有时候没太多时间跟家人聊天啊，还是吃东西聚在一起，所以我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自己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哇很温暖的，因为尤其是我是香港的妹，就是很想香港的感觉。对，就是有种回家一切什么都好，然后其实家人告诉你的话都差不多，就是长大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，然后要做个你心里喜欢的人。不要然后呢？你要哭，我们等一下。我在第二段的时候写什么？我就写说，长大以后我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也有做个自己喜欢的人，这样。对，我觉得歌曲有时候就是真的要感动到别人，然后让他比赛之前哭是很坏的名声。不要两条黑色，我们不要再这样子了，真的太真挚了。好，雅雅到你了，你的新歌就是讲刚刚他讲的故事太感人了，你要讲一下一些厉害的咯。我好像没有很感人哎，没有，你讲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女生的一些体会，还有那个态度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会谈过恋爱啊，分手一定都会很难过、很伤心，会觉得哈，什么为什么会被抛弃？为什么会怎么会留下我一个人？就会觉得啊，好像我不能活了。对，就是真的没有那么重要，就是还有很多人可以在一起。哎，这等一下歪了，不是？你怎么不讲这个？等一下，你本来讲的好好的，结局好像怪怪。除了这个，还有千千万万个，应该会遇到更好的。我的歌没有写这个啦，但我说就是内容就是在讲说，就是一段感情过去了，就是当然会有成长。但是就是不要，我在讲什么、啊？没有，我觉得应该说，如果分开没关系，可能下一个会更好，会更好。然后也可以自由自在的想去哪就去哪，不用被另一半限制，或是被自己限制。对，我觉得就是经验呐、啊，就是经历了。对，不要单恋一棵树，没错。跟大家讲说，就是分手了之后不要难过，就是你做你自己，然后也不用被限制，因为曾经我有很多朋友的感情，另一半对他可能会限制说，你不能穿怎样，你不要画怎样，或是你不可以跟他出去，你要跟我出去，就是会变得很没自由，或是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所以我就觉得。为什么你应该跟我在一起比较喜欢我？真的，网络上好好说哦，他说不要单恋一棵树，是不是回应你？还有为了一座森林，不要为了一座森林放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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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很想要问一下
哦，他们在忙，不好意思。他的你的牌子掉了，名牌怎么可以在后面呢、啊？哦，给我看的主要是给我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人知道，不要讲这些东西出来。毛毛，你先问，你先问。好，因为我真的要说，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有现场听到潍坊姐唱歌，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情绪真的是刚才有感受到。然后我想叫芳芳就好啊，芳芳姐，不要姐，就是不要姐的感觉。你们年纪、啊、年纪差不多，好不好？我会害羞了。啊、芳芳好了，芳芳。芳芳，我想问，就是因为我觉得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唱歌不是像去 KTV 一样，然后就是自己想唱还是怎样。然后我是想问，拿麦克风的部分是不是有很多技巧？就是我看到，就是芳芳姐，芳芳在唱歌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就是会有一些，比如说在要拉情绪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些哦，但是声音声音还是一样这么好听，對對，就不是就是一直、哦、一直唱一直唱，就是会比较大声的时候，我就会拿远一点，对，就是让整首歌的声音再平均一点。那如果比较小声的话，就会靠近一点，然后就是在这样中间这样收、嗯、哦，就要慢慢的去练习啦。嗯，难怪我常常被说像在 KTV 唱歌，因为就这样，就要把那个麦克风吸下去的感觉。对，OK， 用麦的部分好，后面呢谁发问？我们想问雅雅姐是说，雅雅就好了。雅雅是说。就是因为我们上次有看到你表演那个 Do My Thing 嘛，然后其实我刚刚也有偷看到刚刚在录新歌的部分，所以我想问一下雅雅在散发魅力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招，或者是会用哪里去散发自己的魅力？嗯，好问题，我想一下。哦，我觉得对自己有自信很重要。就是如果你还有要把你自己觉得你最漂亮的妆法，就像我觉得，如果我今天哪里哦不对劲、OK, 我觉得哦不舒服，就是你怎么做，就算你看回放，你会觉得、啊、不对，就是你在最舒服、最好的状态下表演是最好。如果你哪里哦，比如说衣服怎么样，你会觉得哦很怪，你心里就一直在意它，然后你就没有很全神贯注的在表演，对，那你根本谈不上自信。对，然后对，我觉得自信最重要啦。就是你如果太矫情的去设计，说我这里要眨眼睛，这里要怎么样，或是微笑，人家已经看得出来你就是 say 过的。哦，反而会没有一个自在的感觉。哇，对，以前我可能也会 say， 我说我这里要走过去，这里要笑，但是我就会觉得，哎，就是比较有多有一点表演经历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应该要更享受舞台。嗯，对，谢谢雅雅。完蛋了，等一下 say 好的要先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有 say 的话，你就要把它做成像没有 say 过。哦，对，当然一定还是会 say 啊。笑話有舞者一定会是要 say 的、啊，就是或是你舞蹈表演一定会要 say， 就是游刃有余。对，了解。就好像没有 say 的有 say， 就是最高的领域。哎，最高领域。刚刚雅雅讲那个，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，就是在台上。上台前让自己就是提升自信的一个小方法。什么？就是我之前有去上一个心灵课程，然后他就说你要上台之前，你就是在心里，不就是你就幻想一个金色的框框，然后你自己穿着你最有自信最漂亮的样子，然后拿起麦克风，然后踏进去那个框框里，你就已经准备好了。就是、这是真的。对，就是给自己一个，对，对，我之前也会用这个方法。对，有一些人都会说，就是站在台上之前要呼吸一下，让自己有那个力量出来。所以我刚刚第一句这么大声是正常的，我就是没有信心的感觉。